你要有情有义，知道吗？对，肯定。要搞关键一点。好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我妈也在忙前忙后收拾呢。那咱就做一道硬菜好吗？到时候我看买点鱼，买点啥？晚上留人家吃顿饭。啊？石头最硬的硬菜。你别说，你们挺聪明啊。我知道你家这里，我开到那里。啊，停这里就行。停这里就可以是吧？啊，对。哎，你跑到哪了呢？原住鹿山呢。鹿山？啊，你不要进。真的？肯定进了，所以我就说赶紧来看看你们。来就来，还拿啥东西？那过年要的，过年要的。哎呦，不用那个，我讲。你们俩是回来过年？我初二回来的。啊，我们回来的早。又回娘家呀？我初二才回来。回家看。我还在傻傻在学校门口等你们。我知道，那你拐过来，我看到你家了，我那里上去走过来。这边我打个，好像我都来过一样。小帅他也知道小路了，我这个老乡是我的老乡，那个男的呢就是男的的老乡。哎，干啥呢嘞？干啥呢？哎，俺名同跟杨哥也还没啥。对，他也叫美霞，我也叫美霞。都叫美霞。对，楠楠见到老乡有啥感想？给激动，你看同样是美霞，为什么差别那么大？我又黑又那个，这个姐姐又漂亮又你发现又好，正常不正常？正常啊，正常。对，为啥好的笑不正常？你才不正常，你才那不一样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回到娘家的跟在你们那边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这边回到那边有人宠，那肯定不一样啊。回到我们这里，我们从小就知道你什么性格了，还用得着撒娇吗？不用了，是不是？我回到河南我也不动了。为啥？哎，不习惯那么冷的水，又不习惯你做什么，你们习惯。对，原价确实很多。对，我们没从无从下手啊。对，所以我也不做。哇塞，做猪牛哎，来都比给抬给多。你看我妈，也是碰到老乡，碰到客人也是很热情，也是会聊天。哪个茶叶口味？我分不清茶叶。这个橘子是这边。那些自己种的。小姑娘，老姜，嗯，在广东能习惯这边生活吗？没有，我来了十几年了。你看老姜，来了不巧啊。他比你关键，他穿新衣服都好看的。那不一样嘛，你得，我这是本色出演。我妈总是别人的女婿是最好的。对，我结婚之后。你在这拍着，我们连讲你们家的朋友都不敢讲了。走了，不要让他拿回来。老乡，那你说，在广东生孩子好还是在河南好？广东。来自一个过来人的这个经验之谈。你看这个哥，他都是来到广东都不想回去了。让姐姐留在这里吃饭，他们都不留。一说要杀鸡了，他们赶紧跑了。